持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。平均每年降低一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。中央提出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%左右，既考虑了保持宏观调控目标的连续性，也考虑了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、重要原材料、交通运输等实际条件的衔接，减轻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。我们将积极推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，促进直接三通，依法保护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正当权益，继续推动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。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，尽最大的努力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，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。分配条件。